接到线报以后，我们紧急部署，在几个路口设卡，逃犯还是躲过了一个路卡。他们怎么躲过的路卡？这是一个突发情况，逃犯突然劫持了一辆轿车，我们怕伤及群众，没有即刻实施抓捕。为什么要逼他们去白家庙？白家庙正在修路，车过不去。这个设置很巧妙。不是我临时决定的。如何抓捕两名逃犯？我们做过了详细的部署。 逃犯的路线你们有过预测吗？预测过，但是他们抢劫轿车往城西方向逃走，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。白家庙势必然路线吗？不是，但是在那儿可以做有效的阻拦。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实施抓捕？您不是不知道，这之前我们没有查到两名逃犯的下落。下午就查到了吗？对呀，下午接到线报电话，我们马上进行了紧急的部署。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 接到线报电话的时候，两人已经出动，部署工作非常仓促，我给忙忘了。张明辉，我希望你能够诚实的跟我讲明当时的情况。梁局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气氛有一些不对。两起抓捕，在时间和地点上发生了重合，这样的巧合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，你知道不？可我怎么知道你们也在哪儿？ 梁局，你不会怀疑我有人为的因素吧？这个疑惑需要证实。需要证实。梁局长，我张明辉在你手下干了十几年，我是什么人您不了解吗？对我疑惑。 我身上还有枪疤，您对我疑惑。您冷静点，调查是必须的嘛？坐下。好，你们来江阳市为什么不通知我？这是保密的需要。我是江阳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，对我保密，说明你开始就不信任我。我现在是在给你做问讯。 这件事和常州有关，对吗？你怎么又……他才来干几天，我在这干了十几年，您不相信我？好，我要见常州，跟他当面把话说清楚。他现在跟省厅专案组的人在一起，你见不着他。 这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哼，将来我要是不当刑警了，我就去养花。你要是不当刑警啊，那罪犯可乐死了。有的时候想一想，其实当刑警挺没意思的，总是跟社会的阴暗面打交道，自己的心态都会受到影响。你得这么想，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为自己、为家庭活着，这个时候啊。 伸张正义就显得特重要。说得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有刑警这个职业的意义。哎，你说天堂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？什么？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没有烦恼，永远都是快乐。<笑>也许吧。你说天堂里会有爱情吗？ 可能会有吧。我希望小天能在天堂里活得快乐，我会祝福他。我也是。你说你最喜欢什么花？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要好看的或者闻起来香的都可以。总得有种特殊的吧。 荷花，<笑>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可是您那个荷花啊，实在是跟这首诗联系不到一块儿去。没别的意思。但它出淤泥而不染，它阳光向上，它就有希望。哎呀，爱情啊，啥时候能轮到我呀？
劳驾请问，百花酒店怎么走啊？哦，这个路口左拐几百米吧。谢谢啊。哎呦，巧了，那咱碰了个正着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让猴子蛰了一下。哦，哎呀，还好没出什么大事。哎呀，真是太疼了，手都肿了。来，我看看，这刺儿是不是还在胳膊上呢？还真在上面，忍着点。哎呀，疼死了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问题吧？哎呀，胳膊不好使。那这样吧，你要是放心我，我帮你把车开回去。我也住在百花酒店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你慢点啊。哎哎呦，慢点啊。哎，小心。好，上车吧。嗯。这是非常严重的过敏，上医院。想不到被蜜蜂蛰一下会这么严重，还要做气管切开手术。有些人的体质就是这样，看来他过敏的不轻。你说他会有事吗？应该不会吧，送来的还算及时吧。刚刚可是够吓人的。哎，你说刚刚这个黄先生的车上怎么这么香啊？所以蜜蜂才会到他的车里去呢。这是你最后一笔了，一定要谨慎再谨慎。您放心吧，大哥。身份上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我正在办，一切顺利。我想用不了几天就不会再有顾小倩这个人了。我为你感到高兴，你马上就要解脱了，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真的很感激您，大哥。不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您还好吗？风平浪静，我们大家都在为你祝福。黄先生已经过世了，死因严重过敏性呼吸衰竭。现场的摩托车是小莫的同伙让他跑路用的，这个设计非常的巧妙啊。白家庙正在修路，那里汽车行走非常的困难，所以他选择了摩托车。如果我们进行围捕，他完全可以骑着摩托车进行突围。如果啊，我们继续追赶的话，我想啊，哼，还未必追得上他。
有可能是叶萧下了一个圈套，让我们围捕小莫，借机灭口。所以梁局正在调查张明辉。对呀，让我们再看一下现场在线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。好。很少见这么严重的急性过敏，不是局部，是全身，而且还是从外到内的。我知道了。二位是黄先生的朋友吧？可以这么说。那二位的意见呢？这样吧，尸体先冷冻，我会尽快联系家属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现在怎么办？等。王先生，好久都不见你了。哎呀，忙啊。现在这股票市场啊相当好啊，我是天天这忙着算计啊。好好好，赚钱是大事儿啊，你慢慢讲吧。哟，林老板，上次您借我的书还给你，谢谢。看完了？看完了，很好。林老板，荷花来了。荷花？哎，你慢慢聊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黄氏董事长办公室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有天大的事。什么事？董事长现在不在，需要转告吗？你听着，你们的董事长现在在我这儿，他出事了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听好啊，我们现在在百花谷的百花酒店，你们的黄董事长在半个小时之前因为急性过敏死了。不会是真的吧？你别开玩笑。对不起，有人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吗？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向酒店的大堂和医院核实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还是需要核实一下，然后马上联系有关领导啊，通知他们的家属，让他们马上到百花谷来。您是哪位？我是一个游客，送他去医院的。好的。可黄董事长的家人都怎么说呢？我没他们的联系方式，当然我可以去查问，但没把握。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他新婚的夫人还有一个妹妹。马上联系他们，让他们赶快过来。他们来了以后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我。好的。总说我的茶不好喝，今天喝了你的茶。淑华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？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我想了很长时间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不能不考虑。像你说的，如果长城真的牺牲了，如果让小宝，我一直在问我自己，我能不能坚持住。我现在想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坚强。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坚强了。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，说你会帮我想办法的，这要看你如何选择。我不想再见长征了，我怕我忍不住，我想趁他不在的时候，我想赶紧逃走。你真的决定了？江西的一个茶厂的总经理和我的关系不错，他会给你安排一个好的工作。而那个茶厂呢，是当地的先进企业，效益也不错，福利待遇很好。最使我欣慰的是，茶厂的职工幼儿园
这对小宝会很好的。行吧。只是这茶厂在江西，路途比较远，不能经常回来，这你要认真考虑啊。人越远，念想越少。那好，我明天就打电话啊。常先生吗？我们已经到了。我在大堂。哦，是吗？你是黄泽敏，黄小姐？是，我是黄泽敏。您是常先生？我是。啊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狄雪薇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于总经理。哦，你好。你们好。辛苦了，你们赶夜路才辛苦。没有，害你们熬夜，真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你们来得很早，我们在这间酒店订了套房，要不去里面聊聊？好，那请。来，慢一点。孟凡，别送了吧，回去吧。人生会有很多征兆，我当年也是一样。谢谢你啊，孟凡。何况，我对你的孩子亏欠了太多。哎，到了江西以后啊，你去银行办张卡，把账号告诉我。不提这些了，好吗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对你和孩子亏欠的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驾驶证，这是车证，这是你哥哥的手机。你哥身上的东西就这些，医院确实都尽力了，但情况就是这样。节哀啊，你还要主事呢。这黄夫人为什么没来啊？夫人四天前去了香港，她的电话只有董事长有。顾燕娇这个丧门星，刚过门一个月就把我哥给克死了。我们也尝试过用黄先生的手机，但是这手机上设了密码，没有打开。密码应该是我妈的生日，我试试。泽明啊，你怎么才打电话来啊？都已经半夜了。我觉得一个人好孤单呢。顾燕娇，你给我听着，我是黄泽敏。泽敏，我在百花谷的酒店里。你怎么有你哥的手机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酒店。跟你哥在一起吗？我哥他在医院的太平间里。顾燕娇，你把我哥给克死了，你还不赶紧给我死回来。泽敏，你可别胡说啊，他是你哥哥，你不要咒他。不行。夫人啊，我是公司的总经理老于啊，我在百花酒店，董事长他真的去世了。不，不可能，死于严重过敏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可能昏过去了。夫人，电话没断。董事长说过，夫人的心脏不太好。干嘛不让他替我哥给死掉？
几点了？啊？哦。泽敏，太晚了。先让常先生和狄小姐回去休息吧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二位这么长时间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那好，你们也好好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很多事呢。啊，打扰你们了。啊，没事。啊，好，二位留步。哎，请。那个黄泽敏好像是很不喜欢他的嫂子，你为什么不多了解点情况？不能太着急。顾小倩现在人在境外，如果让她察觉到什么，他就不可能再回来。明白了。嗯，咱俩现在是游客。来。哦。愿我们的生活永远都这么美好。我还是觉得心虚。你说一枝花会出现吗？一枝花嫁给了黄泽明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。丈夫死了，她总该露个脸吧？她要是觉得危险不出来了呢？所以说咱们这个对手非常狡猾，咱们得谨慎再谨慎。你看我，说好了不谈工作的。职业病嘛。也是，咱俩有没有真的谈恋爱？喂，哎，我是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好。哎，但这至少可以证明一点，啊？啊，我这边情况还可以。黄泽明的妹妹已经到了，但一枝花还没有出现，我们在等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哎，郭处，除了你们，别让任何人知道我不在江阳。电话联系。小莫在围捕的过程当中被打死了。什么？那我们不是全都前功尽弃了？只能把宝压在一枝花身上了。行动是失败了，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。江阳公安局内部有鬼。前台吗？您好，我想问一下常先生和狄小姐是不是出去了？是的，他们十分钟之前出去了。好，谢谢。孙美子，你应该多休息休息啊。我就我哥这么一个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好好休息？那你找我来。我刚刚接到一个姓梁的律师打来的电话，他说他是我哥和顾燕娇的委托律师。他电话中说什么了？他说刚刚接到香港那边的电话，顾燕娇今天凌晨因为休克被送进了医院，中间还晕过去了几次。这事儿啊，对她的打击太大了。她现在住在重症监护室，医生说她动也不能动。也就是说，短期内她不能回来。她倒是躲清静了。那律师怎么说？律师说她会尽快赶回来，代替顾燕娇处理一些相关的事宜。有个代表来也就好商量事了。于总，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请警察出面鉴定一下？泽敏，你有什么疑惑？我哥好好的一个人，身强体壮，突然间就这么死了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。常警官和狄小姐啊，他们是目睹这件事儿的，他们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吧？知道，可是我心里总觉得这件事啊，应该由自家人做主，你和嫂子意见要一致，
我们就去协调。不过三爷，你应该慎重考虑，没有别的特殊理由，最好不要动实体。让我再想想。我不想再在这儿待着了，我们回宾馆吧。既来之则安之嘛，难得来这么好的地方，平时哪有这待遇啊？我先慌，现在只有一枝花一条路径了，如果他要真的不出现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雪飞，你这个情绪可是有问题啊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一枝花要真的逃跑了的话，那我们就全都白费了，我怎么给小天报仇啊？你还说，我告诉你，越是这个时候就越需要冷静，这是一个当刑警最起码的心理素质。你上了四年警校，干了一年多的刑警，这个道理不懂吗？这条线索非常重要，我们得认真挖掘，哪怕一点点的细节。我担心的就是挖掘不出他有用的线索来，如果这条线索够清晰的话，我们早就应该发现了。所以让我们俩出马了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你让常老师这么安排的？没有没有，是姐夫要给你锻炼的机会，到时候你进了刑警队，咱俩就壮大了。怎么了雪梅？怎么跟你说呢？怎么了？你说呀。我觉得你可能误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了。对不起啊，小天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可是，哎呀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我就是怕伤你的心。全怪我，我早就应该跟你说明白的。小天你，小天你能明白吗？有的时候女孩子吧，她愿意跟一个男孩子玩，但是并不代表他就喜欢那个男孩。有时候女孩挺坏的，她喜欢被男孩子追，我有一种满足感。可是对不起啊，没事儿。
是我一同志，你又没说喜欢我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骗你的，真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用往心里去。我15岁就开始失恋，没失回有8回了，挺得住。小天，你别这样。我真的没事。喜欢你的感觉挺好。结果不重要。谢谢。我得谢谢你对我说实话，让我早点跳脱误区，追别的女孩子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好好干，争取分到刑警队。这是我的理想。咱俩要在一个单位。哎，我要是追别的女孩子，你可不许揭我老底儿啊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搭档嘛，搭档啊就得相互照着。好吧，走吧。对不起，我话重了。是我不对。雪飞，你记着，情绪永远是智慧的天敌。喂，哪位？狄小姐吗？我是黄泽敏。啊，你好。说实话，不是很好。我能理解。你跟常先生在外面吗？对啊，我们在晒太阳呢。不好意思，狄小姐，我能和你们见面谈谈吗？现在恐怕不太方便吧。那午后晚一点或者晚上呢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过一会儿给你发短信好吗？好。行啊，表现得不错。他还是想见见咱们，就在今天。他一定是有什么事要跟咱们说。见不见啊？咱好不容易谈一回恋爱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先憋憋他。所见所历一切已详述，应无遗漏，局外之人无意牵扯过多，抱歉。给我拿两瓶酒过来。我已经和那边的朋友联系了，随去随安排。谢谢你啊。你真的决定了？越快越好吧，我怕时间久了。明天上午有一班火车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马上去订票，订完票后我会和那边的朋友联系，让茶厂派人接站。谢谢你啊。
梁局长，太过分了吧？暂停我工作，接受调查，我没有意见。整天派个人跟着我，这算什么？有本事别让我发现呢，做得隐秘才能发现情况。啊，整天像个苍蝇似的围着我转，除了找我烦还能干什么？你是个老警察，你应该知道这是必须的手段。我不能接受这种待遇，我要求见省厅专案组人员，把问题当面说清楚。如果能够说清楚，也不用费这劲了吗？好，清者自清。我张明辉坚信我是一个有操守的人，想通过这件事情整我不可能。你不要这么激动，没人想整你啊。而且我还要你明白，从感情角度上讲，谁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。好，我等着看调查结果，但是长征这笔账我早晚跟他算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大妈，你别劝我了，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。那你和长征，那你知道吗？有些东西不得不考虑。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我是小宝的妈妈，爱情已经不是我生活的全部。哎呀，你既然想好了，我也就不劝你了。我是怕你日久会后悔的。大妈，就让他留心里头吧，那样可能更美好。好，哎呀，至少有个安稳的工作了。我想抱，谢谢你。不信，以后啊，就过来看看我啊。嗯。王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常先生，我能和您谈谈吗？我们是来度假的。我知道你们和我哥素未相识，却为他做了这么多，我从心底里感激你们。那为什么想要跟我们谈呢？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信赖的人。好吧，那这样，你先去咖啡厅找个位置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去跟他谈。